时尚健康杂志最新一期粉红丝带系列写真曝光，此次出镜的女星有林志玲、王圣依、张歆艺、吴莫愁集体真空上阵，尺度大胆，呼吁大众关爱乳腺癌防治运动。为了唤起外界对乳腺癌防治运动的重视， 张歆艺突破史上最大尺度全裸上阵拍摄封面，用行动来支持慈善公益、慈善事业。虽然有用网球拍和阴影处理遮住重要部位，但不少网友看了依旧大呼阳光性感的同时，也表示惊叹，原来二姐这么有料。